有一些铁质的设计。按照这个翡翠水库的，阐述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水源故事。哦，原来。以前也是情报员的训练学校。哦，叫严明园。哇哦。那我带你去吃吧，走嘛。走。耶。哇哦。感觉应该是，我还是对椰子比较有兴趣。香哎，越靠近越香。哇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今年台湾设计展的卫星展区啊，它就是沿着那个环状线的那个路线设立的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